首先自己对之前一系列的选拔赛包括训练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一个回报，然后也让自己收获了特别多，然后也是特别的开心与激动能够拿到这一枚奥运会金牌。自己首先也是一开始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真的拿到了之后觉得也就是特别的开心吧，还有感恩。其实没有去想什么，就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吧，可能就是我会习惯于就是闭着眼睛进行深呼吸，然后调整自己的情绪还有心态各方面的。其实我没有过多的去关注于成绩，但是就是不可避免的能听到一些爆靶之类的，但是也是没有去想太多，就是还是去专注投入到自己的动作当中，虽然特别紧张嘛，但是也是尽力去控制好自己的一个心情。我觉得这块金牌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和开心能够拿到这块金牌。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们国家就是今年建党100周年，我觉得这是我为他送上的最好的一份礼物。其实只要是他做的我都挺喜欢吃的，毕竟是妈妈做的，有家里的味道。说一个菜吗？我要吃油焖大虾。我觉得首先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态吧，我其实也并没有大家看到的这么冷静，其实在资格赛包括决赛当中也是不断的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情自己的心态，通过一些心理暗示吧告诉自己，然后慢慢去调整平复自己的紧张的一个心情，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我做的会比较好一些。会有一些针对性的一些抗压训练，就是会教练员会为我们制造出一种紧张的一个氛围，然后让我们去打一些要求之类的，会进行一些这样的训练。对接下来的比赛我还需要更加努力，并不能因为就是取得了短暂的胜利而那个放松警惕，还是要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的训练当中，然后为接下去的比赛做努力。